胡闹音乐工作室的 Zetus。 那今天在这里呢，要介绍一个以只有敬拜学校推出的新的初学者 Base 课程。那在这个 Base 课程里面呢，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训练一个新一代的敬拜乐手。您可能可以是完全没有音乐背景，或甚至完全没有碰过乐器的，我们都可以参加。那在这个课程内容呢，我们会教你简单的贝斯和弦、简单的乐理，还有怎么看歌谱。那这个是一个8个星期的课程。那在这8个星期的课程的结尾后呢，我们会邀请一些已经在音乐界有知名度的音乐老师跟大家一起配乐。那在这当中呢，希望我们可以跟这些老师学习到怎么一起弹乐团。好，有兴趣的人呢，可以联络Pastor Carmen 黄燕平老师。记得哦，位置有限，所以尽快报名，到时候见喽，拜拜。